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讲仁义，仁是存心啊，仁是仁爱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就得想到别人啊，义是循礼啊，我们得表现在外面，做法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存人行义啊，心是人，行为是义。得多说于饶义有情节，啊，我们今天应诵四库全书，应诵四库会要，这是送给国家啊，世界上许多国家啊，应诵国学之要、群书之要，帮助全世界的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，认识大乘佛法，啊，我们真正做出来，啊，即使就在这一点，我们依教奉行，从哪里做起？一定从《弟子规》做起。啊，不从《弟子规》做起，一点效果都收不到。啊，有人不相信，不相信的人很多。啊，连一些著名的教授都不相信。啊，曾经来问过我。啊，问我为什么要提倡弟子规？儒家东西四书五经十三经分量那么多，为什么不提倡别的？提倡这个东西？啊，我的解释很简单。我说我们摆上天平，称一称分量。啊，这一边呢就放一本弟子规。1080首词，这一边呢，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书一大堆摆在这边，它一样重。听的人呆了，怎么会一样重呢？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老祖宗讲的好啊。啊，这边一大堆的，啊，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四库全书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在这边。弟子规那一边呢，读行。这一大堆东西学了，你没有做到，等于零啊，还不如他了。啊，这个比喻